滚了哦，多而滚哦。这我那的鞋不在，这不在鞋里面哦，我那不来的鞋。哦，还是燕饺的，还是还是，搁加煮一时啊，个，卖加加熬的。啊，这年糕嘛是安尼搁加煮的，这干贝是今仔中昼的啊嘛，啊，你干贝当先食啊。你讲个正干贝嘛？嗯。一粒三十块哦。三十块。哼，正干贝。啊，你有留一粒我嘛？留三粒给你。我看一粒尔嘞。四个多。啊，就真正。哦，搁一粒啊，搁一粒哦。我感觉这燕饺，这你看还袂熟嘛？这是鱼饺。鱼饺嘛。鱼饺的，哎呦，找无，找无呢，奇怪，找不到，安尼剩两粒尔的饭呢，对啦，剩两粒的，啊，三粒三粒，这唔知熟啊，要食看卖个少啊。你牛做你年糕嘛，现在足是爱用足久的，是安尼嘛还好，还好，还好啦。我是觉得应该这样就熟了啦。嗯，来哦，这出叫做老婆买那个正牌干贝要比比价哦，这个干贝一颗要30啊，来哦，正干贝。一粒三十块干贝，因为我嚼到真个是真干贝。干贝，我像你所想的。嗯，对啊。小吃嘛，鲜鲜的应该是。我感觉。我阿姨本来参差不齐啊。因为真干贝是，伊就有纤维啊。不是，我阿姨本来就参差不齐的。我以为这是真干贝。